这个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呢，哎，就像前进了100年一样，是发展速度太快，嗯，生活好了，嗯，那精神面貌完全不一样，那还不一样了，哎，生活好了，身体就好了，嗯，身体好，人就长寿了，哎，啊，过去有这么句话吗？人活70古来稀，知道怎么讲吗？可问到我这儿了啊。什么叫人活70古来稀？知道吗？知道啊，我能不知道吗？你说，就是人活到70岁了，古来都稀少。对，过去怎么说？哎，现在不这么讲。现在怎么讲了？人活70不算啥。嗯，黄山泰山照样爬。听听，人活70不算多。嗯，能挑担子。能拉车，好，人活70不算长，嗯，82岁入洞房，啊，这就是我奋斗的目标。哦，我82岁做新郎，好，好吧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82岁那年，您照样入洞房。哎，对对对对对，啊，这个人长寿不长寿啊？啊，活多大岁数看得出来。这是门学问，那当然了。哎，这我真研究过，看得出来啊，还看出来啊，对啊，我就看出来，你，我就能看出来，就咱这眼一看，长寿不长寿？你看啊，看哪儿知道吗？啊，看哪儿？人中，看人中。哎，你看陈涵柏这人中，你看多长？您记住这个啊，啊，人长寿不长寿，你就看他人中，一看，你看，常老师，嗯啊，你看常老师，你看为什么这么长寿？为什么人中长？人中一长，人长寿；人中短了不行。no， 人中一长就长寿。对，人中一短，短命。短命了。哎，你完了。哎，我怎么你完了？你回家赶紧预备。你不那什么预备？你大小伙瞧瞧，赵老师几乎没有人中。我这没人，不行啊！看人中啊，长寿不长寿不对，不对，那当然不对了。那不对，哎，那我也知道。看哪儿？看眼眉。看眼眉。长寿眉，长寿眉，这眉啪。哎，一呲出来，长寿，眉毛一长就长寿。哎，对，那画眉鸟，那俩大眉毛有100岁画眉吗？不，咱说是人是鸟？当然了，没有。你说不鸟不是？我说人吗？不是说鸟。对，你说那我知道，知道，这知道啊？哪儿？脸，脸，对，嗯，脸长人就长寿。哦，脸一长就长寿。对，那驴，大长脸，有200岁的驴吗？人脸长也长寿，瞎常老师脸长不长？他不是不长寿吗？你说是，对不对？但是你这不绝对，但是你这不科学，不科学，你这属于瞎编。我是瞎编。那当然了，人长寿不长寿，活多大岁数看哪儿？秘诀在我这儿，还有你知道？哎，哎呦呵，秘方在我这儿，你他能知道？今天我不保守啊！来来，大家鼓掌，把这秘方拿起来，交给大家伙儿。这说出来我们听听，人长寿不长寿？嗯，看脸，对，看人中，看眼眉，全不对。那人多大岁数？那看哪儿呢？看他的身份证。那要看他户口本呢？那是一样的呀。是哎，对不对？有没有道理？那什么有什么道理？我有这个切身体会。什么体会啊？我参观过一个长寿村。长寿村。一进村口啊啊，打对面。跑过来一个60岁的小伙子，60岁小伙子，别看60岁了啊，呵，小伙子太棒了，那身体呀，跟小伙子一个担子，好，100多斤，嗯，把地上一放，认出我来了，哦，哎呦，这不是相声演员刘威吗？看过电视，哎呀，我说是我是我啊，听说您今年都60岁了，嗯，您的身体太棒了，哦，哎呀，我不中，哦，比不了安哥。你还有哥哥，安哥今年70了，嗯，没事就拉着拖拉机满村的转悠，拉着拖拉机满村转悠，那个拖拉机掉沟里边去了，嗯，我大哥一使劲，你给我上来吧，给我拉上来了。你说这哥哥身体多好啊，走吧，啊，走，给我上山吧，上山干嘛？见见俺妈去，啊，嗯，你还有妈？废话，你是你嫂子生来啊？当然有妈了，这么大岁数还有母亲，啊，那当然了。你妈多大岁数？哎，妈今年80了，80了。你给我走吧。哎，我说兄弟，你慢点。别别别说了，别这一会儿我差点没滑过去。你回来了？有事？你哥哥？70。你妈？80。你妈多大结婚？啊啊？
咋了？九岁结婚的，你大哥，我那个大哥不是亲的，是过继过来的。那你说他干嘛呀？一会儿到了山顶了，就这一嗓子底气十足啊！妈，你看谁来了？好底气！我抬头一看，打树上蹭窜下一老太太来。打树上窜下老太太，我说您都80岁了，您还在树上干活呢？是，身体太棒了。好，您天天得吃什么补品呢？那肯定吃补品。吃啥补品呢？啊，一天三顿饭。三顿饭，俺婆婆做啥，俺吃啥。您还有婆婆呢？啊，有啊。您婆婆多大了？啊，比我大19。哎呦，大19，百岁老人呢。那你得看看。哎呦，我说您这婆婆我能见见吗？啊，对啊，没问题啊。这个不过这两天你见不着了。怎么呢？回老家看他妈去了。哦，看他妈去了。他妈呀，下不了地了。那是岁数太大，他得病了。不病，没病怎么下不来地了？在炕上坐月子嘞。嗨、哎。